虑如果来公司，你要确定你想要开拓的产品、开拓的市场是在对的方向上，这最难的。央视电影人陈学文接广告紫藤茶馆，将台湾的潮流化复古化美，和英雄的台湾茶馆的朋友有着巨响和好的眼光，但在他的建议中回应一下，茶流化的世界进入真实的古代日本发展带，当年东大的粉丝已经算是很晕了。我的行销思维是要企图引领茶变成茶文化产业，所以我们认为自己定位在文化产业，就认为自己的定位在文化产业，所以你的性格就是当中的一个背后的力量啊，就是行销 marketing 真正有力量的 marketing 的方式，那你要回到教育的本质，重视一个一个的重视，到今天被你发现了，原来只能有五个品牌了，那对我来讲，五个品牌是五棵树，那这五棵树这个成为一个小小的树林，就是品牌其实是一种，你跟你的产品跟服务，跟你的顾客消费者长期对话关系的安排，行销如果有效，你的产品就会产生一种客户啊，对你的顾客。你可以指的成为哪一家茶文化的传播者？他现在最有效的方式，就是把茶文化的传播者。不同种族、不同阶层的人与他们对话。紫藤近期成立的新品牌 Tea Club 茶吧，就是以年轻的思维出发，打破喝茶、沏茶是老人家活动的印象。是不是那个时候已经算是开始在跟人对话了 ？The best way of marketing is education。活动一般在哪里？产品要找到适合的年轻人喜欢的色彩的设计啊。那如果空间？